傲慢绝非属于爱情的品质，但这并不就是说一个傲慢的人绝不可能获得爱情。毕竟当一个人真心爱上对方时，爱情总能轻易击溃他身上的所有傲慢。如果他依然在傲慢，那正说明他还没有与爱情遭逢。当然，他也许会一生都未能与爱情遭逢，但这只能证明他一生都在不可理喻的傲慢。达西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就肆无忌惮地流露出了自己的傲慢，这傲慢使得他在热闹的舞会上一直落落寡合。尽管自己的好友宾格莱有意让他去邀请此时正在一旁坐冷板凳的伊丽莎白跳上一曲，达西却嫌她不够漂亮，断然拒绝。而且在说出自己的这一意见时，达西竟一点也不顾忌身后的伊丽莎白是否会听到。显然，达西没有对伊丽莎白一见钟情，所以才会如此随心所欲地照样施展着自己的傲慢。不过，达西的傲慢也根本不可能会将伊丽莎白怎样，因为他同样从一开始就没对前者产生什么好印象。虽然他听见了达西的那番无理之言，却也只是一笑了之，始终不曾往心里去。谁会稀罕这样一个傲慢家伙的青睐？伊丽莎白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也一定会是这么想。然而令伊丽莎白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达西竟然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的傲慢烦恼不堪了。原因很简单，他不可思议地爱上了那个他实在不想爱上的伊丽莎白。固执的傲慢继续维持着他清醒的头脑，他继续觉得对方的脸蛋算不上出色，甚而又发现了他的身材也缺乏足够的魅力，还有风度也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的要求。但是身不由己的爱情可不管这些，他让达西看到那算不上出色的脸蛋上明明透露着某种出众的聪颖气质，那缺乏魅力的身材也有着无人可以媲美的轻盈灵活，那远远达不到上流社会要求的风度，却因着自然朴素的大方个性，别有一番楚楚动人的情致。达西的傲慢无论怎样也奈何不了他的爱情，相反，他那恼人的爱情倒是在处处戏弄着他的傲慢。当他开始注意偷听伊丽莎白同他人的谈话时，我相信他难免不是怀着一些气急败坏的心情的。爱上伊丽莎白的确是一件让达西感到尴尬的事情，不过达西可没有因为这种尴尬便与爱情较上了劲儿。事实是他很快就臣服了自己对于伊丽莎白的爱情。此种情形表明达西是明智的，他的傲慢一点没有让他变得愚蠢。试想，倘若一味傲慢下去，他便只好与伊丽莎白擦肩而过了。这样的傲慢除了制造遗憾以及维护某种虚荣之外，简直一无可取。如此说来，达西的傲慢似乎并不那么令人讨厌。但问题是，伊丽莎白不可能这么理解达西的傲慢，因此在又一次舞会上，当威廉爵士突然试图使两人成为舞伴时，毫无心理准备的达西仅仅是十分惊诧，而没有任何怠慢之意，可伊丽莎白却拒绝得斩钉截铁。即便是达西这时难得的亲自开口请他赏光，且尽量显得彬彬有礼，伊丽莎白也仍旧不为所动。威廉爵士接下来的徒劳劝说，只能更是弄得达西脸上无光。可是丢尽颜面的达西并不为此生气，
伊丽莎白这种泼辣的率真性情挑起的只是她越发浓厚的兴趣。伊丽莎白也的确觉察到了达西对自己的关注，可她以为那完全是由于自己让他看起来太不顺眼的缘故，她绝不会去想象在达西和他之间竟会存有什么好感之类的东西。这次是达西主动上前邀请伊丽莎白跳舞了，他的傲慢似乎早被他忘到天涯海角去了，但伊丽莎白仍对他的傲慢耿耿于怀，他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如果他接受了他的邀请，想必他会因此更加轻视他，所以他压根儿就不可能接受他的邀请。面对伊丽莎白的又一次无情拒绝，达西倒显得相当温和，不过这可不是他故作风度以挽救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是真的喜欢对方。其次，他觉得自己爱他还未爱到无法自拔的地步，故而他施加给他的难堪并不能对他构成什么太大的伤害。他对于伊丽莎白的接近只是试探性的，碰壁的结果是他又开始利用自己的傲慢进行自我安慰了。若不是他的亲戚出身卑微，那我可就危险了。这一心理表明，达西实际上仍旧没有摒弃自己的傲慢，伊丽莎白家族那不够高贵的出身仍在被他视为爱情不可逾越的障碍。达西的傲慢主要就来自于自己那富有优越感的贵族出身，然而这时的我们却应该说，不是达西的傲慢遏制了他的爱情，而是他的爱情力量尚未达到足以冲破傲慢束缚的程度。因为随后在达西同伊丽莎白的辩论中，我们发现达西并不认为傲慢如伊丽莎白所说的那样和虚荣属于一类的弱点。他声称，不错，虚荣的确是个弱点，可是傲慢只要你果真聪明过人，你就会傲慢的比较有分寸。达西相信适度的傲慢绝对不会妨碍他的判断，所以他时刻凭借傲慢控制着自己和伊丽莎白之间的距离，注意不对后者流露出过于明显的热情，以免被他掌握了主动权。我想达西这样对待伊丽莎白的原因还不仅限于怕他掌握了主动权，否则那便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达西多少还是有点虚荣。实际情况倒是达西担心自己的主动追求会唤起伊丽莎白的虚荣之心，虽说这种担心显然是出于傲慢，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达西傲慢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毕竟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一旦这两个人结合，更有光彩的首先当是伊丽莎白，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是他的成功高攀。在那个把婚姻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社会里，不管怎么说，达西都是远远优越于伊丽莎白的婚姻人选。何况达西还并不十分了解伊丽莎白的人品，无法确定她不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姑娘。加之伊丽莎白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打一开始就给她留下了势利庸俗的印象，这就更难怪达西不愿收敛他的傲慢。在同那些较低阶层人士的交往当中，傲慢几乎成了达西痛击趋炎附势之类时弊的有力武器。但傲慢也是一把双刃剑，他在保护着达西的同时，也在招惹着人们，特别是伊丽莎白对于他的偏见，这导致他轻而易举地便相信了维汉针对达西别有用心的造谣重伤，他甚至因此故意跟达西作对似的喜欢上了维汉。
若不是由于他缺少维汉所贪图的婚嫁财产，难保他不会将自己的一生交付给这个徒有其表的浪荡公子。这一惊险情形不也正说明了偏见比傲慢可有着更险恶的处境？好在伊丽莎白终归是个有主见的人，她永远不会向没有爱情的婚姻妥协，因而才没有像她的好友夏绿蒂那样随即接受可笑的柯林斯的求婚。伊丽莎白的想法非常明确，爱情才是保证婚姻生活幸福的一个基本前提。他所要等待或寻找的，只能是那个可以使其感到两情相悦的人。从这意义上说来，谁要是想赢取伊丽莎白的芳心，必须得先是一个看重爱情的人。那么，无论是维汉或是柯林斯，都比达西距离他的这一目标更远。可达西偏偏又是一个不为他所欣赏的人，他的成见此刻又面临着错过的危险。而更为令人焦虑的是，达西因为傲慢也一直无意去打消对方的成见。爱情明明已经搅得他有些失魂落魄，他却仍然在伊丽莎白面前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其实达西越是伪装，也就越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反常。倘若伊丽莎白稍稍有点自作多情，他一定已经能够看出达西对自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思。如果说在人多的场合两人难免碰面，为什么在人迹罕至的花园他也会悄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且在特意告诉他自己喜欢一人在此散步之后，结果他还是接二连三地遇见了他。如果这不是刻意而为，那又该做怎样的解释？但是未等伊丽莎白琢磨出个究竟，偶然从达西表弟口中获悉的又一个消息，即刻使他由于愤恨加重了对于他的偏见。他万万没料到，达西居然也参与干涉了宾格莱和姐姐吉英之间的可能恋爱，将一对看上去再匹配不过的有情人生生拆散。其原因在他看来，除了那傲慢的门第观念之外，便是源于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宾格莱的私心。对达西无以宣泄的满腹憎恶，弄得伊丽莎白头痛欲裂。为了避免再同他碰面，伊丽莎白决定不去参加当晚在达西姨妈家举行的那个茶会。可又让他万万没料到的是，达西竟踏着夜色亲自赶到他所客居的柯林斯夫妇的住处，问候他的身体状况来了。接下来的场面更是让伊丽莎白大吃一惊，达西竟然开始向他表白爱意。他的傲慢终于支撑到了极限。但奇怪的是，就在向伊丽莎白倾诉着衷肠的时候，达西实际上并没有忘记显示他的傲慢。他一面滔滔不绝地表达着自己的柔情蜜意，另一面又不留情面地表示着对其卑微家庭出身的不满。达西说的自然全是实话，并且以为这样可以证明自己的求婚不是一时的冲动。可他那高高在上的傲慢不会使他体察到他所谓的真实对对方造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伤害。傲慢已经在出卖达西本人了。尽管他嘴上说害怕遭到伊丽莎白的拒绝，傲慢却让他显出了志在必得的样子。达西在这个时候的傲慢表现出的已不是自信和骨气，而是匮乏同情与善意的盲目自大了。即使是单单为了自尊，
伊丽莎白也不可能接受他的爱情。爱如果不能使两个人平等，也就不能使爱者将其所爱者看得高于自己。这样的话，达西给予他的爱岂不就成了施舍？达西着实是在试图向伊丽莎白表现出爱的诚意，但傲慢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一种诚意。即便他无法做到对对方的不足视而不见，那至少也该因为爱情体谅甚至承担起对方的不足。真实可能是冷酷的，而爱永远不会冷酷。达西此刻真该躬身自问一下，他是因为爱才冷酷起来的吗？这样的求婚，难怪伊丽莎白会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并促使他被迫还击，揭发出他的种种恶行。面对伊丽莎白毫不犹豫的拒绝，以及他那源于误会的一一指责，达西虽然极其不快，却也得以进一步认识了伊丽莎白，也认识了他自己。他的傲慢没能允许他马上做出解释，但他却在第二天一早交给了伊丽莎白一封信函，那里写着他对自己种种恶行的详尽解释。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达西向伊丽莎白初步表达诚意的努力。如果不是源于爱情，他是完全可以继续由着自己的傲慢对他保持沉默的。他应该能够想象得到，自己的这一番真诚解释未必就能使伊丽莎白相信，伊丽莎白当然也不那么容易相信，但他却忍不住要反复重读玩味他信中的那些字句。这一细节多少说明了伊丽莎白对于达西的看重，也许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然他何苦要如此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煞费心思。而且思来想去的结果，竟是觉得自己因为虚荣对达西心存了偏见，甚至于最后又不单认同了他的辩解，还承认了达西对自家人的批评确实有理。倘若没有一点喜欢的因素在内，伊丽莎白怎么能这么顺畅地就动摇了自己对于达西的偏见？总之，达西的求婚让伊丽莎白有了重新审视他的心情，也让我们恍然大悟，即便他再厌恶他，也不可能像无视柯林斯那样的无视他。在爱情所需的某些条件方面，达西终究是个拥有实力的男人。他的求婚与柯林斯的求婚应当不可同日而语，这或许就是达西傲慢的又一个原因。但爱情并不是靠傲慢来征服的。如果达西继续仰仗自己的实力傲慢下去，他仍然没有希望赢得伊丽莎白的芳心。幸运的是，爱情本身就可以让达西明晓这一点。爱一个人，怎么可能又同时轻视一个人？自从求婚遭拒以后，他已经开始主动在爱情的帮助下改变自我了。伊丽莎白同舅舅舅妈在旅途中与达西偶然相遇时，看到的显然是一个和以往颇有些不同的达西了。至于达西为什么突然一改往常的无礼和傲慢，伊丽莎白理解起来却显得相当的缺乏自信。她不敢以为这是由于达西还在一如既往地爱着她，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与其归因于伊丽莎白不了解达西，还不如说是由于爱情让她自动高看了达西。很明显，她是爱上了达西，尽管她可能还不大愿意承认，但这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随着有关达西那些不利传言的一一澄清，以及达西本人越发良好的表现，
伊丽莎白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爱情。这一情形也再次表明，伊丽莎白的爱情一直就是在受着达西傲慢的阻碍。可偏在这时，家里又爆出了丑闻，妹妹莉迪亚跟维汉私奔了。这对于伊丽莎白的爱情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达西本来就厌弃他家人那些不体面的行为，这也正是促使他一度在爱情面前犹豫不决，包括阻挠宾格莱与吉英相爱的主要原因。如今又出了这么一件连他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家丑，达西还有可能不对他敬而远之吗？现在的伊丽莎白对于自己的爱情已不是缺乏信心，而是到了绝望的地步。不过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伊丽莎白才能真正体会到她是多么的喜欢达西。就此而言，这一家丑又未必全是一件坏事。更何况达西在知情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迅速采取补救的行动。他背着伊丽莎白和他的家人找到维汉，用自己的金钱慷慨解决了他所有的难处，并促使其同意和莉迪亚成婚，以挽回他们因私奔造成的恶劣影响。达西不仅没有置伊丽莎白的家庭不幸于不顾，反而把责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想让人们相信，如果他能及早戳穿维汉的伪装，莉迪亚也许就不会为他所迷惑了。其实这不过是个仗义的借口，达西的真正目的只是要替心爱伊丽莎白分担他的痛苦罢了。爱使达西学会了谦卑，也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为爱分担对方的不足。爱从来不会由于对方的不足望而却步，它的可贵意义就在于通过承担对方的不足，使对方与自己一样强大起来。爱改变了达西，达西也借助于自我的改变成全了爱的价值。然而此刻他可以使宾格莱和吉英重归于好，自己却没有了重新追求伊丽莎白的勇气。这不是因为爱没给予他勇气，而是因为此刻他仅仅意识到了爱所给予他的谦卑。不过伊丽莎白即使不能马上明白达西的沉默不是一种傲慢，无法自抑的爱情也不会再次因为偏见令其对达西产生误解了。这应该是伊丽莎白拿出勇气的时候了，而她也的确拿出了勇气。那么他们的爱情还能不开始吗？